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自由家汽车的首款产品，中大型城市探索电动 SUV 自由家 NV。 作为一款定位于城市探索的汽车，自由家 NV 是一款标准的中大型 SUV。 我们希望在城市之外发现更多的可能。自由家 NV 是开眼看世界的电动车，采用后壁光导技术点亮的两枚环形日间行车灯，让你一眼来电。在 C 柱上， NV 嵌入了带呼吸点亮效果的能量指示灯，全系标配智能双电机四驱系统，零百加速 5.9 秒，有运动、越野、弹射等多达七种驾驶模式。自由家 NV 采用全新 Gemini 双子动力模块，增程版的 NV CLTC 工况续航达到1257公里， WLTC 工况续航939公里，长续航版 CLTC 续航560公里，标准续航版 CLTC 续航440公里。除了探索自然的硬核实力，想要长途体验更舒适，拓展性也是必不可少的。NV 采用超高强度钢铝混合车身和多维能量疏导结构设计，让自由家 NV 达到中汽研 CNCAP 五星标准和中保研最高等级的安全标准。NV 座舱采用高等级 NAPA 真皮包覆前后排座椅，以及全系标配的座椅按摩、加热和通风功能。副驾沉浸座椅 Air Lounge 靠背可以放倒至167度，腿托可以调至全屏。NV 标配一片 1.71 平米双层镀银全景天幕， NV 提供 HEPA 级的智能新风系统，我们希望为你打造更加自由健康的呼吸。配合15只精心布置在座舱内的高品质扬声单元，打造了 Immersive Sound 多维声音响系统。自由家 NV 是首款支持同频双系统 Neutron OS 和 CarPlay 双频融合车机交互的车型，是首款支持三重盲超交互、双语音交互平台的车型，也是首款支持辅助驾驶全面硬件升级的车型。到了大家最关心的售价发布环节，自由家 NV 提供森林绿、沙漠红、木石灰、盐湖白、金沙黑和星辰银六种颜色可选，内饰提供摩卡黄、夜空黑和珍珠灰三种颜色可选，轮毂提供运动及低分组两种选择，同时 C 柱盖板可以选择金属银和哑光黑两种不同色彩。自由家 NV 豪华中大型城市探索 SUV 全系标配120项核心配置，标准续航版 27.88 万元，增程版本 28.88 万元，纯电长续航版本 31.88 万元。我们还将为首任车主提供了多项专属权益。感谢大家观看发布会，期待通过自由家 NV 这款产品能够让更多人享受智能出行的美好